我还没有理谈啊，因为这个本来的流程，这个时间是留给庄教授哈。那我想我们在做关心空气污染的朋友们，如果有使用脸书习惯，应该都蛮常看到庄老师在脸书上发文。事实上，他也是很多人的老师哈，我们从那里面都学到很多。那他给我三个就是他的意见哦，一个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预警的应变资讯要更透明。什么叫更透明？就是希望可以更详细的公布所有的这些工厂减排的时程，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蔡学长讲到，有多少前二十大怎么样减排什么？那减排什么时候开始减？哦，那个时间哈，比如说刚才我们局长有讲说，加药不是现在要减才加，要提早加嘛？那到底这个减排的时程是怎么样？排放量是怎么样？以及查核的办法、查核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明确的哈，有一个资讯透明的机制？那包括我们都知道有做这个加强洗澡街的这个工作，那它的路线什么时间，好，这个也都事实上都可以是一个资讯透明的一部分。那另外一点就是针对这个移动污染源哈，庄老师确实也认为移动污染源是一个蛮大的，大家都需要去重视的，所以他第二点的意见是这样子。那第三点就是，我想第三个意见他其实也在脸书上有写过，很多人能看到，就高雄的状况比较特别。我们有自己本土的污染，高频的污染，那还有我们高频空品区区外，但是是台湾的污染，那还有境外的一部分的污染。所以他认为，如果我们现在希望尽快的让高雄看到蓝天的话，西部所有的污染源恐怕要非常努力的减量，可能要减到七成，这是个非常艰巨的挑战哈。那希望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国营事业、中小型的工厂。甚至包括刚刚讲的船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移动污染源，不管是我们的汽机车，或是高雄非常多的大型的重车、柴油车等等，这些都应该要设法去减到最大的一个排放哈。刚刚这是他是希望是说可以让高雄赶快看到蓝天，大家要用这样的严格的标准去在各个方方面面都要去减量。以上，基本上我就从环境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所以首先我觉得我应该要就这个空污法哦的立法精神，我们先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说在比较早之前哦，可能大部分的人哦，地球上面的人都认为这个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说原则上你要用就用，你要排放污染就排放污染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权利，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水、空气、森林、矿物，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影响，因为自然资源非常非常的广大，非常非常的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开发的角度，或是说使用自然资源的角度，在做相关的一个管理，但现在情形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密切的感受到我们环境的那个破坏，环境的恶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那个环境权，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这个是我们的权利。干净空气是我们的权利，是人民的权利。干净水源是我们的权利，不是说哦，今天工厂它有权利排放废气，有权利排放废水，刚好颠倒。就是说，权利是环境权，那基于确保这个环境权的情况下。所谓的空污法，所谓的水污法，在管制他们的排放，不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环境权。所以，当我们在理解这个空污法跟水污法的时候，
我希望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环境权的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到底目前我们应该要求政府要做什么样的这个行为啊，什么样的一个行政的措施，才能够达到这个法律，哦，是宪法哦，我们的环境权的保障哦。基本上，我先从这边来开场。那今天要谈这个空气品质严重恶化紧急防治办法哦。这个去年刚刚纪政跟这个我们局长哦，也都已经做了相关的报告。基本上就是去年这个六月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哦，环保署跟其他的中央机关发布了这个空气品质严重恶化紧急防治办法。那基于这个办法，就要来看说，哎，怎么来确保我们人民的环境权？怎么确保我们享有呼吸干净空气的权利？这个就是这个办法的目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检视这个办法要怎么样达到让我们享有呼吸清干净空气的一个权利，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来检视这个，基本上，哎，这个办法，各位如果仔细看这个条文，没有几条，它就这个13条而已。好，各位download 那网站都有，它基本上就是几个概念而已。一个是要求环保署必须要按日发布空气品质的状况，一个资讯揭露的一个责任，环保署每天都要让我们人民知道这些所有相关空气品质的一些数据。然后呢，如果发现空气可能恶化，它就要有启动一个预警，一个通报的一个机制。这个预警要怎么样？大概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是通知特定的机构，就是说还有列一些机构，比如说学校、车站、旅馆、医院，还有一些政府机构，要用书面的方式，比如说 email、传真都可以，通知这些机构要做相关的一个紧急应变的一个措施。然后另外一个，他要求要用媒体的方式，大众媒体，刚刚这个我们局长跟记者也都有提到，你可能电视要跑马灯，让所有的人民都知道现在空气品质的情况，这个是资讯揭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一个是特定的一些机构，你要发文让他们知道，然后要求他们做一些事情，另外要用大众传播的方式让所有的人民知道现在空气品质的状况是怎么样，让人民通通意识到我们环境的整个情况。然后这个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人民知道要何时去捍卫自己的环境权。这个办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好，所以呢，它一个资讯揭露，要通知相关单位，通知人民空气品质的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刚刚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要制定这个防治措施，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要制定防治。说刚刚这个局长哦，我们高雄市的环保局长也说明了一下，我们高雄市政府目前制定的这个防治措施的一些概要哦。那里面呢，这个办法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它要求要纳入公司场所哦，就是比如说工厂啊，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排放空气污染物的这些工厂、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场所哦，都不管是公营的还是私营的哦，都要制定防治计划。
哦，那这个防治计划里面也有很多，后面的附件有提到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时候他要要求要去查验他的设备元件、防治设备、连续自动监测设施的数据，要检视防治设施操作参数是不是符合他的许可证的内容等等，然后什么情况他要自主减量、减产、降载、调整操作条件，然后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这个是所有的公营跟民营的公司场所都应该要做的这个空气污染管制的防治计划。这个防治计划要纳入我们地方政府的防治措施。哦，那如果空气恶化的时候，我们目前这个办法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启动防治措施，那这防治措施里面就会要求这个每一个工厂、这些公司，你应该要减产，你应该要减量，你应该要调整你的这个最大可行性的一个机制，哦，让你不要排放这个过多的空气污染物，哦，这个是大致上这个办法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跟精神。那我们从这个部分，我基本上蛮这个看重哦，我们环保署以及我们各地方的环保局哦的功能，没有错，他们目前这个防治措施都制定的相当的好了哦，就是要求要管制，因为基于这个空污法保障人民环境权的这个计划，不过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哦，可能还要改善的地方。我以下主要从两个方向来谈。第一个部分就是民主的这一个角度哦，为什么要让所有的人民知道哦？就是说跑马灯什么大众传播媒体，让人民通通都知道目前空气品质的状况，为什么？因为空气污染防治法不是只授权给行政机关，通通交给行政机关来做就好了，它也赋予了人民一个共同来达到空气污染管制的一个目标。那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什么？公民告知条款、公民诉讼条款，那个基本上也是抄这个，基本上我们的空污法哦，跟那个美国的 Clean Air Act 哦，洁净空气法，非常架构非常的相似。那里面就是有这个公民告知、公民诉讼，那公民告知、公民诉讼的这些条款，也规定在我们的空污法的81条，就赋予我们人民有一个参与行政的一个权利哦，不是这个一个参考的而已哦，是人民有权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求你政府一定要这么做。81条里面，公司场所疏于哦执行他依照空污法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地方政府、地方主管机关也疏于去要求他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人民有权利写一封信给地方主管机关，跟他讲：哦，现在某某机、某某公司哦，他没有依照这个防治计划做他的这个防治行为哦，空污减量行为，所以你也没有要求他减量。好，我今天就写一封信要求你这个地方政府的，这地方政府应该要去做，应该要叫他们这个公司场所赶快执行他的空污管制的一个计划啊。如果这个地方政府还是躺着睡着，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起诉到行政法院，要求法院命这个地方主管机关来执行。好，这是我们空污法81条的规定，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刚刚我们
敏玲有帮这个庄老师哦，庄秉杰老师所表示的一个看法，跟我的意见哦完全一致，就是说今天地方政府的这个防治措施哦不够详尽，他没有把各个在这个空屋防治措施的这个公司场所它的防治计划公布给大家知道，到底哪一个公司它的防治计划要怎么做，我们看不到。我们今天看不到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公司它到底有没有疏于执行，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要求地方主管机关去要求它这么做。所以我们需要地方主管机关把这个防治计划的内容通通公告进去防治措施里面。然后另外除了这个资讯揭露的部分，我们也需要资源的提供，我们这个部分可能要请这个我们中央的这个环保署哦，就是请这个基政哦再帮我们把这个意见带回去给我们署里，就是我们这个乱贴哦，乱倒垃圾在这个公共场所贴那个标签哦，好像可以检举哦，检举有奖金的哦，哦，检举有奖金，我们的空屋基金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用途，却没有任何一个基金的用途提供给人民来为大家的权利主张环境权的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如果依照这个空屋法81条主张这个公民告知的时候，环保署就应该给奖金，就应该给奖金，你要给资源，你要给诱因，你不能诱因只给公司场所，给大公司哦，你要减量，我给你多少免税的优惠，不是这样而已，你还要给人民。今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地方主管机关，要求要确保这个空屋这个防治计划的执行的时候，你就应该给奖金，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哦，一个制度一定要建立，一定要要求我们政府机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那个紧急应变的时间，我特别是把它聚焦在去年年底，就是2017年12月31号，一直到今年的1月1号这两天的状况哦。那首先我刚刚还是讲一下，虽然我的主题是高雄的十二月天哦，可是自从我几年前不小心逛到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之后哦。就是大概不用到12月了哈，10月就开始有点紧张了哈。那11月心情就不太好哈。11月下旬哈，就是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创雷蛋”哈。11月下旬真的是那种心情很不好哈。啊，12月就常常愁眉苦脸哈。所以，这是我想开始感觉到空污这么严重，而且有强烈无力感的人，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好，那今年我们其实坦白说非常非常期待。因为这个紧急防治办法过去几乎等于没启动过，过去的那个办法那个门槛太高了，所以大家更不知道有这个办法，有这个办法的没人知道，真的很可悲哦。我们有很多法是这样哈，好不容易今年其实启动，而且在启动之前，其实公民社会参与团蛮多，不管是中部的很多的朋友哈，很多积极的公民社团，那南部哈，我这边也去台北开了很多次的会议，所以我们其实对于这个紧急防治办法能够发挥多少效果。非常非常的看重，那今年12月就是一个很好的检视机会哈。我想先给大家看哈，今年12月我们还是有好几天躲不了红暴哈。12月11号、24号、25号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连日哈，真的是连日哈，25号也都是红色的哈。那再来呢，就是到了26号，好，24、25、26三天的哈，所以连日哈没有乱讲哈，连日空污红暴。那再来呢，就是31号，就是我今天要讲31号的这一天跨年夜。跨年夜那一天，其实大家蛮难过的，因为我们知道空品已经很不好，然后居然还有这个璀璨星光哈，这是非常的令人难过的一件事。但不过今天这不是主题哦，我是稍微提一下。好几十万。那我要问哈，我们常常看很多广告哈，都有这个做某一件事情擦擦前哈，做某一件事情擦擦后哈。那我们来看，就是有了空气品质
这个严重恶化的紧急防治办法之前之后，我们刚刚说 很期待哈，各位有没有人可以猜一下哈？我们在前年，就是2016年的12月，这一整个月里面，高屏空地区有几天是红爆？不知道，没关系。好，那想过了就会比较有印象哈。好，跟大家说，前年的12月有6天，去年刚过的这个2017年的12月有5天，所以。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做了很多，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做了很多，我们没有说他们没做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无感是这样来的？那刚病狗刚，会记得人大概只有少数我们这种一天到晚盯空瓶的人，所以他会无感是这样来的。再来，我们就讲高雄的跨年夜，12月31号，那大家看看哈，这一张是我们说。高手在民间的哈，这张不是我画的，是一个朋友高雄的一位朋友画的。我们看到这一张图哈，事实上这张有几个虚线，有几个线条哈，实线是在讲每一个电厂的状况哈，那虚线是把这个大林、林口、新达、台中、中火哈这四个电厂哈，这个燃煤的部分哈，总共大概发多少电多少 megawatt 把它加在一起变成一个虚线哈。好，那这个虚线里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刚才吴简清在讲那个中央防治中心陈列了以后降多少降多少，所以这边有降一点点，那明显的降幅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就是应变中心是8点成立嘛，所以大概在这个时候 有一波下来，就是套句现在人喜欢讲的话，就是小确幸，我们小确幸就发生了，就在这里。可是很奇怪，这小确幸还真的蛮小的，很快，我们看到它上来，其实还蛮难过。好，那这一张呢？我们这位高手的朋友，我说这个高手在民间哈，这位朋友哈，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哈，他把这个 PM2.5 的浓度哈，从环保署的网站抓下来哈。那我特别跟他拜托，就是请他抓左营、前金、南子哈，不是偏心哈，是这三个车站那一天，如果大家注意到。它的高值相当惊人。那屏东呢？大概就是屏东跟潮州两个站，我们就两个都把它放进来看。所以呢，蓝色这一条线，大家看到最高的蓝色这一条线，那个峰值出现在非常高，破百的，那个就是这五个站 PM2.5 的浓度，差不多可以看到。所以这张可以很明显看得到什么呢？我们看得到这个绿色的线是台北的空屏区的车站。中山、万华、士林，大概跳起来比较高的时候是在这里，差不多一点在一点哈，11点左右。好，再来红色的哈，这个桃红色的哈，是中部的车站，在这里，所以差不多这个时候跳起来，跟我们命运蛮接近的哈。这里有一段时间比较接近，都上来哈。不过我们晚一些，我们的那个比这个后面我们这个上升的这个峰值在比较后面一点，但是真的是比较。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前一章那个小确幸结束的时间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污染还在上来，可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就是燃煤的量，好不容易这边降了，小确幸发生了，可是在这里小确幸结束了。又增加了哈。那这是我那一天自己贴在我的脸书的哈，我那天看到我真的是，其实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给大家看到这个是前金破百哈，细悬浮微粒135，这个是21点晚上9点的小时值。那我为什么抓到这里呢？大家还有印象吗 ？PM2.5， 当时的那个 PM2.5 十级的机器，就是早期我们讲的那个直爆，是用大概70、71、72这个上去，大家就知道很可怕嘛。所以我大概抓70以上，大家可以算是几个车站，20几个站，其实蛮惊人的。好，我宽松一点好了，看破百的好了，这边超过10个站破百。所以高屏人那一天晚上，真的大家集体在承受一种空气污染物的凌迟，可以这样讲。好，那这个是台中啊，我们知道台中最近这个。不管是什么颜色政党，对空污都非常的积极的
表示他们的意见。那台中市政府也是找到这个蛮好的一个数据哈。那我的初步的了解，这个数据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初步的了解没有太大问题。台中确实在 PM2.5 的改善上哈，是已经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进步。但是高雄呢，我就打三个问号。虽然我们知道局长在这里，也知道刚刚局长说空污的问题确实不是只有环保局，或者是中央也不是只有环保署可以做得到，但是现在民众脑袋里面就是有好多个问号是留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照理来说，如果高雄市政府抓的资料没有错的话，应该环保局抓资料我们看到的就是知道高雄是没有进步的，这是真的令人蛮难过的一件事情。好，那我提出几个概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想问，有了降载，有了减排，够吗？限量幅度，我们降的总量够不够？第二个很大的疑问，谁来决定那个区域的分配？刚大家知道有中火，有林口，有北部的，有中部，有南部。假设都要降100的时候，假设都要降1000的时候，这100或1000的配比放在哪里？如果北部这边污染你改善了，可是降的还是那边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应变中心如果刚好不是在开应变会议的时候，是在两次的应变中心中间，刚刚吴检有讲8点开一次，下午开嘛，对不对？那这个中间怎么办？也许有连线或怎么有讨论，我不知道，刚刚没有听到。那甚至于中央跟地方应变中心撤的，这时候怎么办？我们找谁？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很想问，就是说预警等级，我们现在我们都启动了应变，只是预警的二级跟预警一级，这个预警的应变目前启动的程度，我们到底最大的努力可以做到多少？现在是已经 do our best 了吗？已经是最大的极限了吗？还是过去从紧急应变这个紧急防治办法6月修了以后以来，是不是曾经有降的比这一波更大？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预警等级可以做的最大的努力就差不多是这样，应景崩啊，我都够卡贼啊，最多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可能就要回头问这个法去年修的时候的力道够不够，还是我们这个集聚需要稍微再做一些调整。好，这个叫要麻烦那个帮我传一下给大家，因为刚刚可能大家一直在讲说什么等级什么等级，可能不见得记得那么清楚哈。那个这个预警的等级里面，其实去年有很多的团体，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也去公听会上举了好几次的标语，就是这个预警等级的二级、一级，再来才是严重恶化的三级、二级、一级，严重恶化的三级。它的这个中文化三级的 PM2.5 的标准，它是要到150。大家刚刚看那张，你会不会觉得已经非常严重？对不起，它达不到150，还早得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恐怕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公布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恐怕必须要面对，我也不希望看到。坦白说哈，我不希望看到。现在是做几级？那所以我讲就是说，如果这个预警的等级可以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这样的话，这标准我们就得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会这么的难过呢？那刚刚我有提到一点。指挥中心，这次大家都在看什么时候指挥中心成立的。好，可是我看到我们环保署告诉我们在某个时间点撤了指挥中心，但这个发布里面有讲说县市应变指挥中心都陆续的解除，然后环保署经过评估以后也决定解除。我想什么时候解除，这个是可以大家一起来今天来听看大家的说法。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中央的应变中心恐怕都要到这个1/2以上，那很多时候境内污染的那种形态之下，那种形态之下以境内污染为主，因为境外毕竟是偶尔这样移入几次，那如果是本土污染为主，可能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达到中央级的应变，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找谁？那你们要看一下，
把它回到这一章哈，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刚才在家律师跟我们讲这个空屋防治法，我强调大家记得空屋防治法的治，不是那个三点水治理的治，是另外那个治，它是一个比较提前防范的功能，所以那个叫空屋防治法。那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紧急防治办法，又是从空屋防治法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避免它更严重。那我们看到什么呢？我看到那一天我没有住在南子哦，但是我知道我们在座有朋友住南子哦。31号，对不起，这第一排是31号，31号的凌晨1:54，大家知道54是什么意思？看你刚刚的表就知道，已经到了54，我们不能接受的红色。虽然 AQI 还没有到50，因为 AQI 是看12个小时，那小时子已经到54喽，一直到那一天的峰值19点的时候135，这么高，经过几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18个小时什么意思？如果大家注意看，英国一本期刊12月底发布的一个讯息，在英国伦敦街头，17微克的 PM2.5 散布2个小时，你心肺功能就受影响，它肺将经，所以我们的肺真的是比较好。那我要讲的比较难过的，另外一件事，这个峰值135之后，要到完全解除红爆。26个小时，所以不是我们这些在意的空屋的人太过紧张。如果我们仔细检视台湾的状况，南部的状况跟北部的状况跟英国状况一比，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心情会如此的激动跟难过。这个是一小时值还是24小时？这小时值，每一个小时的数值，每一个小时就是到达每小时值54以上，一直到峰值135。好，谢谢汉林。那最后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哦，刚才我给大家看那个男子的最高值是135微克哈，在19点发生的。我们这一波31号跨年夜空品的紧急防治启动，新闻稿里面有一句话说，31号早上7点，我看到境外污染已经影响到富贵角，而那一天呢，下午的一点钟，富贵角拿到最高值是134微克。我要说的是，当这个事情会上新闻的时候，南部这么严重到135微克的时候，却已经新闻不见。那事实上刚刚有提到哈，这个空屋紧急防治哦，这个办法在我们空屋14秒就有了，这个不是新的哦，这个空屋14秒好久前就有，我们这紧急防治办法好久前就有。以往为什么都没有启动？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门槛比较高。为什么门槛比较高呢？这刚主持人有提到国光石化这件事，其实国光石化应该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空屋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因为从那个国光石化以后，开始重视 PM2.5 这一块啊。所以我们在101年的5月的时候，就奠定我们空气品质标准里面，把那个PM2.5把它纳进来。那事实上，我们纳的时候，我们国家把那个 PM2.5纳回我们空气品质标准的时间不算短啊，大概跟日本差不多。因为日本我的印象是1999，那个美国大概96，那后来美国又把那个年平均15把它加到12，所以事实上我们的标准大概就跟日本一样，跟那个美国之前的一样啊，美国后来加。自从有了 PM2.5 进来以后，再来检视我们的空气，当然就会产生目前的很多状况。以前我们就是看 PM10， 看臭氧小数值，发现我们 PSI 已经逐年在下降到某个程度，包括我们高雄是有很大幅度的降低的。加入 PM2.5 以后，我们现在所谓的 AQI 就是有2.5进来以后，会造成我们比较高的一个不良率啊，所以我们针对我们的不良率，我们就会有一些分级嘛，就是 AQI 大于100，我们现在就把它设定叫2级警戒啊 ，AQI 大于150叫1级警戒，再高一点就是叫恶化也分为3级、2级、1级啊，不同级别就有不同的应变一个手段啊，之前我们回归看我们空法的木法14条，它是在讲紧急恶化的。
紧急的话，它很多工厂就要要求填工降载，包括车辆，有时候会限制或禁止使用啊，所以它的强度会比较高。那这次我们修法特别把它的那个门槛往下拉，就是开始预检哦，希望有预检就不要达到非常严重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修法哦，修法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有效的一个来做一个防治啊。那所以我们在整个修法过程啊，我们也有到北中南开过很多公听会，啊，也很多意见，很多谈纳性的啊。那所以经过几次的讨论，我们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已经划布这个办了啊。那这办了划布完以后，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哦。这个工作包括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地方政府要定一个区域防治措施了啊。这区域防治就是说，就是你一个计划。如果真的发生空污状况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事？你平常就要拟定一个计划。啊，如果真的发生空污、空气不良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计划，气防治计划来进行。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还要要求我们的固定污染，就是工厂要来制定污染防治计划书。这工厂还是平常就有一本污染防治计划书。啊，这防治计划书也就是你的一个。就是基本就对了。我说，如果你空污达到不好，环保局发布一个警告、一个警戒的时候，你要做些哪些工作？非常就要有一个防治局的负责人。啊，这个要报件给环保局去核定啊。所以我们从六月发布到现在这段时间，就是环保局在制定这期防治计划书，还有各个工厂在订定防治计划啊，要报给环保局核定。啊，核定完以后就按照这个来做啊。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来做这个工作。那各位知道，我们空污比较不好的季节，大概从每年10月到隔年10月啊，就是我们空污比较不好的季节啊。那当然，空污不好很多因素啦，这个因素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哈。那很多人说认为说境外境内，但是境外境内对我们来讲都不重要啊，都是造成我们空的原因的啊。只要有污染，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做处理的哈。那所以我们才会根据这紧急应变哈，来做一些应变。那、啊、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我们启动这个紧急应变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们就往下来看看啊。大概我们今天的报告啊，大概最主要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两次的啊，大概12月31号的时候跟1月4号的时候，共两次我们有启动这个比较应变的啊。以往其实也都有在应变，都是在地方。环保局都在应变，好，我们这次消防队把它拉到中央，如果有些状况的时候，还是要来应变啊。所以我们的应变大概分成两级啊，哈，啊，这就是我们空环的一个模法的预计啊，这个是很早就有一个条文啊，都只是以前那个办法都有啊，只是没有很强力去推动啊，经过几次修正，啊，这个办法哦，汇整了好几个部位去发布的哦，包括内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卫生署。福利部跟教育部，因为各部都有相关的哦，所以我们都要求他们要来汇成，就是要对我们共同来发布嘛，就共同来发布，所以我们就变成这个办法啊。那地方防治指挥中心哦，这个我刚提到，我们长久以来其实地方都有在启动哈。我们这次修法特别好，规范讲清楚，就是你如我们环保署每天都会预报明天一个空气品质状况嘛，啊，如果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一级警戒，当我讲一级警戒说 AQI 150，或辖区内，当辖区内有你二分之一车站达到一级警戒，说得设立啊，得设立就不一定要设立啊。但是如果预测到有三级中心的一个成立啊，那、啊、这个最后就是我刚讲，就是我们环保局目前呢、啊、正在陆续几乎大概都快完成了，我们29个设施都完成了，这防治措施的一个通道啊。那、啊、再来，我们中央这次也是特别啊，有成立了。我跟各位报告到，以往其实地方好久以前都有在成立哈。那、啊、这次为什么中央特别成立？因为中央有几个功能哈、啊，大概最主要是人横向联系，跟其他部位联系，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保养部位，可能是要透过我们啊，由经济部啊来指挥他们来做比较积极的一个应对哈。那、啊、第二个就是跟县市的横向啊，包括跨区域。因为通常我们空污有时候是好几个城市，通常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红色警戒，所以我们有一个横向的一个跨纵向的一个联系啊。第三个比较重要就是电力业的一个管制啊，大家都知道，电力业就是供应我们的电，但是它横跨好几个
正式哈、啊。就是说，像说高雄，它有先达电厂，有南部电一大堆，但是它整个台电调度不一定是从这边去处理哦。像台中火力发电厂啊，它如果有降载的时候，或许就是八潭电厂还是哪些电厂要去支援，所以这个比较不是地方线的，比较全国线的哦。所以就目前就是由我们署来统一跟那个经济部来联系，来做相关的一个应变的一个工作哦。澳门。好像也是规定哦，我们的一个应变的一个还有开设的一个时机呢啊，大概就是说，如果预报明天会有二分之一以上盛世，哦，会达到红色警戒，澳门如果研判要开设的话，就可以开设二级红色，指挥中心哈、哦。另外当如果全国有同时有二分之一以上盛世都已经成立指挥中心的时候，环保署就要设立一级指挥中心啊，这所谓二级、一级就是我们负责那个层次不一样而已啊，其实都是会有找相关部会来做一个应变的啊。我们在这次的应变，大概最主要是二级应变，二级防治中心为主啊。那如果达到一级防治中心的时候，大概就是会由我们署的署长啊来担任啊。大概啊，如果二级防治中心由我们空管署长来担任啊，大概就是我们一个组成。澳门有很多单位啊，会来参加哈，我们都会紧急通知他们，啊，派相关的人士来进驻我们署，啊，来做一个应变一个工作。那这大概就刚讲的话，大概各单位都要有相关的人员啊来练习啊，然后可以随时的一个联系哈，有必要的时候跟我们进行联系。那在电力调度也是一样哈。电力调度，我今天早上去开会了，台电特别有提到、哦、他们只要有一检等级哦，达到二级以上，就是说我们大概 AQI 100以上，就会开始来会启动电费，会降载哦。它降载是由全国统一调度啊，到目前为止最主要降载都是以台中火力发电厂跟先达火力发电厂降载最多了，有时候林口也会降载，最主要大概这几个那个发电厂为主。所以他们也会随时把那个资源状况来回报给我们，那大概我们也会把这个成果想法然后汇总起来哈。那大概这是我两次应变啊，另一个就是今年那个社会生死要，就是他已经有大概有十八站，大概达到二分之一这样，正式有达到疫情等级啊，所以我们特别一期我们这个开设办法，我们就来开设哈。那这当然这个开设完以后，我们当然也是做一些相关的应变哦。啊，这个真的就如我们的预期的，都是甚至要牵扯就是由北部往来，一直那个污染就开始飙高了哈。啊，这破的一个污染，最主要我们的那个政治结果，最主要就是由中国大陆夹带那个境外污染而来了哈。啊，最高的时候浓度达到100微克以上哈，所以。啊、中南部特别的现象就是 PM10 比较高、啊、最主要一些带来一些核酸量检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在早上10点晚上10点半就开设，因为我们预测12月30要会高，所以我们晚上就开设、啊、开设就选各部位开设、啊、我们在30要开了3次会了、啊、就是由我们署长亲自组织，虽然是二级开设，署长是非常关心要亲自来组织、啊、到也要7点以后就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解除了，大概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应变的一个状况。那再来这一次哈，1月4号也是一次，但是1月4号的状况，我们的分析跟12月30号不大一样。12月30号最主要是界外的，但这次界外的比较多了，整个气象状况一个状况哈，所以大概有1/3以上的一个。测站达到一级哦，虽然还没有达到所谓2/1，但是我们主要是要请各部位来做一些应变哈。那最主要是我们观测中部以北哦，受那个涡流影响，不然涡流累积不易那个扩散，所以我们说开始来应变哈。我们应变在1月4号就早上6点就在开始设立哈，后面开了几次会啊，在10点半我对外召开记者会，后面发了3次新闻稿。那新闻稿各位如果有看到的话，我们有详细说明说，我们这次应变里面有做哪些应变措施啊，包括哪些那个工厂啊，做哪些降载啊，哪些应变的一个消息哦。那到1月4号傍晚，大概7点18分，我们就来解除这次的一个应变了啊。那我们的应变重点呢，大概这次我们法规里面规定的啊，大概
各种状况应该都要有了哈。而且我们到目前为止哈，都还没有很强的采用到我们这个像中统、中统，各项选拔措施大概都已经有在做了，尤其是秋冬季节，他们特别安排很多那个税收啦哈，还是说停工的这一块哈。但是我们车辆这一块到目前为止就是比较少哈。啊，大众运输这个高雄最明显的，高雄就是有大众运输免税这一块哈，所以这块也都是希望我们市民大众能够配合哈，来尽量用大众运输减少私人聚集。还有其他的像我们港区哈，港区今天各位有看新闻有知道，我们最近港区也做的非常积极啊，包括我们船舶的一个整数，还有使用低流油，还有使用岸电这一块，这是都是我们目前积极在推动的哈，这些其实上都是相关我们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措施啊哈。那当然应变措施也包括民众的防护了哈，就是说这些活动要怎么来进行啊，这也是我们那个应变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重点啊。那当然那个紧急应变呢，只是像以前曾经有大陆沙尘暴过来嘛，那是非常严重。我打电话叫那个公管局说，你们要搞那个税。我讲的是好久以前的事啊，大概十几年前，有一次非常严重。我打电话给台北市公管局，以后问说，我们书里面要他们做什么？自己想想，大陆三年都是大陆来的，其实我们这边能够去做什么，能够做的非常多。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减低它的一个负荷嘛，就是说我们能够公管局能够做，就是去扫街的哈。去洒洒水啊，那就一些工地就尽量不要做施作啊，能够降低加成的一个作用，因为沙尘暴来真的非常严重，所以应变应该是说做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个动作，让这个伤害能够尽量降低。那最主要的一个改变应该就是说平常污染的管制啊，才是最重要的嘛。后续的执行方向当然我们这次应变算是我们这个紧急防治办法修。发完的第一次或第二次啊，所以我们也会来做一些检讨工作。包括各位今天如果有意见，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会带回去做检讨啊。我们也署里面将在19号邀请环保局来针对这次应变做检讨，希望会做得更好啊，以后这个应变会做得更那个上手了啊。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有关于。刚刚我们是在过去执行这个工作里面那一些的状况，那以及高雄市真的是比较特殊，我们高雄屏东真的是比较特殊，我常常在说的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这一些的污染物是散布出去，即便这个污染物是很少的，它还是会很差，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地理，是一个气候，那跟我们在这个位置的状况 ，OK， 好，好，那这个其实请各位参与，这些可能有些在很多的一个媒体里面也有听过了哈，这样各种的别的所在了哈，经常在冬天的时候是一个微风落风，然后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散得出去哈，大概会有东北季风，会有看到的大概房山以南，就是所谓的落山风哈。然后往台湾海峡这边往这边带，所以这边变成是一个 vortex 就涡旋的状况啊，所以经常污染物来到这边就跑不出去啊。右边这个部分是我们所统计出来的啊，相关的我们这边的固定源、交通源以及依善源各自高雄这边所占有的比例了哈。我们高雄这边大概目前我们根据环保署的资料，大概有35%是我们。在高雄这边产出的其他部分，大概请各位参与一下，下一个。这个部分也让各位参考一下，这是今年的一个过年的时候哈，大概整个一个境外的这个部分，我不是要强调说阿哥用的东西境外，不是这个意思了哈，是。各种的，其实每一次的状况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境外，有时候是本地的，有时候是整个扩散条件不一样。只是让各位了解一下这样而已哈。这个是整个动画，再一次哈。这是12月31号哈的不同的时间，全台湾从北到南哈一直在整个一个变化的一个状况，所以从北到南发现其实是整个移动。
是这样，这个很看到了，其实从台湾影响台湾的是静脉本身啊，哦，那当然高雄这边有很多是我们台湾本地的中北部来的高雄产生的啊，哦，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哦，这个其实每一天我强调是每一天都不一样啊，哦，每一次的事件都不太一样啊，哦，纯粹只是例子而已。来下一个。好，那在高雄这边其实执行空污的防治，这是全方位的哈，哦，从各自的所谓的固定源、易散源、移动源等等的这一些哈，哦，从二型的机车、台湾柴油车，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些相关的标准，现在还在讨论的，也跟审计这边说明一下，高雄这边我目前正在讨论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粒状物的加盐标准，我们准备现在在讨论中，在研拟啊，到时候会跟署里提出来，按照公务法的规定提出来。第二个是电力业其实我们目前有了，但是我们希望针对电力业的部分能够加盐到气体燃料的标准，这是我们目前想要做的气体燃料标准。简单讲的是说，我不会差比说你用生煤用燃料油了，反正你最后出来的就是要气体燃料了。那另外再加进一个概念，目前正在讨论的，夏天冬天两者之间不一样，夏天高雄的空气品质比较好，所以我们会采取比较宽松，冬天比较差，所以我们会采取比较严格啊，哦，我目前内部正在讨论哈，后续就经过整个法制程序会再继续进行，也会邀请我们很多朋友或者企业界来召开公听会，再来进行整个程序哈，哦。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一个大概目前的总共有四大项跟四八项的一个相关策略，这边列出来大概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哈，哦，那包含像餐饮业啦，或者是一些高雄港的空气品质的一个推广区，这些目前也都在做了哈，哦。待会如果有一些指教就，欢迎各位提出。另外我们特别就是安的高雄港，过去坦白讲比较疏忽，说真的比较疏忽哈，哦，高雄港这边我们评估起来大概占高雄整个排放量大概有 20%到25% 左右，分别依照不同流氧号、氮氧或微波港块，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流的燃油的问题，他们的轮船是 35%， 安的超级柴油是 10ppm， 哦，你自己算一算差3500倍，安电的问题、减速的问题，这个我们一直在 push， 是否跟港务公司有一个所谓的港市平台，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提到那边去，要求他们。所以今年也港务公司有一些比较善意的回应，明年全部都改用低硫的燃油 0.5% 的，哦，那相信这边有关硫氧化物，硫氧化物是占这里面是最大的，哦，那会针对硫氧化物博物，也就是后面衍生性的 PM2.5 那边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哦，那另外的我们也在等处理的就是等我们目前的空污法，就是这一个啊，哦，低污染运区，我们也打算就是说把高雄港这边要公告为所谓的空气品质限制区，哦，那未来就是有一些像目前的一二期的不准进高雄港，哦，因为高雄港太多的货柜车，这个部分都经过国道一号，也就是说龙岩柜起库影响其实很大，这一个部分，哦，这个目前是用我们自己的自治条例，未来就是说空法过了之后，我们打算这个收窄，哦，要来做的，哦，好，那刚刚我们回到今天的一个主题了哈，哦，有关空品的恶化的防治的这个部分，其实高雄这边已经提早在做了，这上面的这个日期是106年，好，哦，距离107年。106年我们就是说针对这个各个局处应该要负责的应该要做的事情，市府这边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各自权责的一个会议，现在大概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会议架构结论的部分去执行的哈，哦。
那后续就是说，在今年六月有，去年六月有些演练呐、啊，总是要有些先演练，画这边那里有没有？后续就是照这样来做哈、啊。还有一个后来就是说，环保署也改，也已经重新修正了这个防治办法。OK， 好，那我们看到后面这边哈、啊，这都是去年的哈、啊，防治计划等等，这我就不说了。那后续就是说，我们特别针对就是气电共生，安格有56家，除了台电以外，台电不算哈、啊，台电的那个。三个电厂不算，就16家的气电共生，啊，因为有一些用生煤，有些用燃料油，啊，跟他们就是说你要有一些降载，等一下跟各位报告，啊，跟一些加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本市的前20大，啊，这样的一个，这些的联商，啊，那请他们要提出一些改善的这个措施，啊，这个大概占我们整个高雄量的85%以上，啊。20家，但是大喉咙起因，那个下一个，来，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前面上面那个是刚刚简记说的所谓的我们的那个免费的大众交通工具，等一下大概简单的一些的成果跟各位再说明一下相关的盐商刚刚提过的哈，还有我们副市长拜访我们高雄的很重要的这个国营事业哈，中钢，啊，中钢中油。台电、台船，大概这几个哈、哦，这几个，然后要求他们必须要在秋冬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哦、目前我们都会诊了，目前也有一些要改善的情形了哈。好、哦，下一个。好、哦，那这个是相关气电共生，跟各位说明一下哈、哦。刚刚讲16家，所以有些厂里面有一些气电共生用生煤、用燃料油哈、哦，所以有些是直接它就是减排，就加药了哈、哦。简单讲是加药哈。哦哦，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的部分，另外有一部有6家的部分是降载，直接就是直接降载的状况，其他有些像在秋冬的时候直接停掉了哈、哦，改用天然气哈、哦，这个部分请各位参与一下。下一个，好、哦，那这个部分是刚刚提过了所谓的新达电厂，它整个在这一段期间降载的情形，还有我们主要的固定污染源提前。因应哈，待会再跟各位报告一下哈。那整个这里面，大概整个应变来讲，跟各位再说明一下哈。应变不是只有环保局，环保局不太厉害啊。所谓的应变，因为应变本身除了减量之外，还要涉及到一些所谓的什么，所谓的通知。所以在这整个跨局处的应变里面，除了这一些，这边你这边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环保局做的，教育局要通知。好、哦，因为有一些什么幼儿园、学校，好、哦，好、哦，这些要通知，好、哦、啊，通知什么？我们这边的大概的运作的情形是这样子哈、哦。前一天环保署大概五点左右就会发布了，那个隔一天的状况。所以如果前一天是橘色或者是红色哈、哦，原则上是这样哈、哦。橘色如果是隔一天是橘色的，我们就开始启动了。就开始启动我们的应变的程序，所以整个先通知出去啊。那相关的环保局做的这一些的应变，在前一天晚上，比如说洗澡啊，就开始了。洗澡的部分晚上的拍戏啊，好。那到了隔一天红色的哈，如果隔一天是红，预测是红色的，刚刚前面讲的降载气电共生业的那个部分也都会通知，也都会。就会先通知，好、哦，让他们晚上就先降载，先加药，好、哦，因为这个必须要提前，好、哦，那另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我们新闻局就必须要通知跑马灯啊，那些电视啦、啊，哈、哦，等等的，捷运局也是哈、哦，高捷本身它也必须要通知，有些跑马灯哈、哦，那社会局、幼儿园，那还有一些卫生局，哈、哦，各单位就各司其职。在我们去年一月所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各局处的权责里面，各自去负责。好、哦，公务局或者是地震局，他们的工地就要去加强洒水，就要有一些啊、哦、应变的措施。这个部分就前一天就会通知了。好、哦哦，等等的这一些哈、哦，所以这个都是市府跨局处那有相关的都来纳进来这里面，几乎是。30几个，应该有2/3以上的局处都在我们那个 team 里面，好，这样子做。来下一个，
好，那这个部分也让各位看一下高雄市的前二十大，这个最准确啊，信实的自动连续监测设施连到环保局去的硫氧化物氮，这个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的这一条线是今年的线啊，这一条线我们统计到十一月哈，啊，这个所谓氮一个淡蓝色的这一条线哈，下面这个是氮氧化物，上面那个是硫氧化物哈。所以我们从这个这个是今年所看到的整个排放量其实是历年来的最低的啊，这个是整个连线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是前二十大大概占85%的排放量这样一个。好，那前面讲到了所谓的一个空品的这个不良的期间啊，大众免费交通的这个措施，这个让各位参阅一下哈，这是它整个一个运量的情形。不过这边要跟各位报告，有一些人可能有一点可能有点误解啦，我应该这样子说，我们这个措施第一个考虑的所谓的优先考虑的不是在空污减量的思考，其实优先考虑的部分是在于保障守护民众的健康。好，我们其实思考的是第一个想的是这个等级，十二月到二月是高雄空污其实是最严重的时候。好，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不要用所谓的空品隔一天预测是红色的时候再来启动？当然可以，但是对市民来讲，他每天可能前一天也要看相关的资料，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便利性，这个我们也想过。而且这样还更节省经费了。那因为我们曾经看过相关的资料，就是说你今天在路上比如骑摩托车跟相关做捷运或者是开车，大概它的一个暴露的浓度相差大概也50到70个 microgram， 如果以 PM2.5 的这个部分来讲，那所以它暴露的应该是就是说大概是所谓的那个捷运或公车的两倍。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想法是，第一个是守护民众市民的健康，第二个才是回到所谓的空污减量的角度。好，那这个是我们所整个统计出来的这个情形哈，包含所谓的尖峰，各位知道捷运就是尖峰的时候了哈。好，那现在看到的是客运的部分增加了比较长途的啊，这个部分增加了比较多哈，这个部分再请各位参阅哈。好，那这个是我们统计到现在哈，就是说到去年2014了哈，我们的目标是300哈，2230，啊，我们的目标是230，然后去年是有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就请各位看一下哈。那108年就是跟104年减一半哈，这是设定的，好，设定出来的。那下一个，好，那这个部分哈，就请各位参阅一下了哈。这个就是说，其实整个应变各单位都在应变中哈。好，那我如果没有解释清楚的，待会就欢迎各位再提出来，然后因为时间有限。另外也跟各位稍微广告一下啊，目前我们有制定的这一些影音的短片，就是预报的影音的短片，大概每天的6点就会对外去 po 那个 po 出来 ，po 2天的这个结果啊。那请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环保局脸书那边去做download。